今天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壮观的风景。这里是在广东的一个很偏僻的山村，现在大家看一下这风景怎么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山村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水库。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啊，这个水库应该是广东最大的水库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壮观，四周全是山。那边山上还住着很多户人家，真的是很幽静啊，这里。